去这家了。俩牛肉面，俩牛肉面，我来一个青菜汤面吧。给我来青菜汤面。牛肉一，再来俩牛肉一热汤。好。多少钱一份啊？什么一份？给我来一份。来一份。嗯呐。你愿意用。只要给大哥尝尝。我不吃。啊？我都用不行。你看，你都点了，你不吃你。汤们的面条咋还吃那嘎子吃着卤？对，那卤不花钱吗？卤不花钱，咱就搁点呗。随便。咱们热汤呢，也是打卤的。啊。这个我今天你还得回去还得拉一份。还得拉。至少得拉。这才对，才几天。嗯。卤用的少，反正。收来汤费劲呢，你这也吃也贵呀。这你就这值了，这玩意儿最值了。啊，再一个，装不装不就走了去？雇车这玩意儿成费事了。啊，早晚了还得紧行，晚上也紧。咱这不超载也不超宽。是，还不超重。还不超重。这玩意儿我跟你说，这要是近，这是远，要近的话，杯子我都扛回去了，就这点玩意儿。我家那天也是东发的，东发搬五站去了。东发什么村的？样板枪，样板枪的。嗯。你们那不也有样板枪的吗？有。有。是吧？有。都分各地的放的。啊，就是那个黄柱子。那年放大水，你分走的啊 啊, 啊, 啊！也是。你看，要是一心也有，那两处也有。啊。反正吧，也不咋搞弄。我厨子个小。对你厨子小，那是你。我厨子十五。那你父亲的那工劲儿是不是？嗯。放大水让你冲五大去呢。那天冲到通发去了，通发完了，我姑娘完了那个儿媳妇，就通发的儿媳妇完了，换吧，这跟我爸商量换。啊，你换五站来了？不是换五站的，完他们路过青山去了。啊。地少。啊，没给多少地啊？那是。嗯。哎呀，那你咋还够遇到好的通发地主？嗯。给那个石家母。这叫台肉啊。扒肉，扒肉。我可不吃，我也不吃，有你快吃吧。吃，尝尝，尝尝。一嘎子，我两嘎，三嘎，四嘎，全这嘎。哈哈哈！你看几嘎干啥呀？人家这是味道。还有味道。吃的就是这味儿。这个人在上市里吃饭，那个品味儿。啊，补品。不能说这吃饱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哪有东西吃饱的？我告诉我。嗯，品味。啊，上来了，牛肉面。那有酱油醋啥的吗？你俩给又吃的。尝尝那肉相当香了。相当香了，啊、嗯，这吃吧，这我来过。你得吃点肉，我要不这么瘦呢？你体格也棒棒的。嗯，来，尝这个，我来块这个。我这不瘦。嗯，大哥你来一块。我这。啊，不吃了，吃太咋的？对，还吃烂，烂乎的呗。那我喝了这么点儿。喝上兜下行。咋的？睡觉啊？睡觉，这家睡。这我来了。啊。装了，完跟网子兜一下，咱就走。走了，这就没事了是吧？这玩意搁后边吗？我买石头手套，胶皮的。走吧。哎呀，走你。